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分享个川渝江湖菜啊，藤椒牛肉，牛肉花嫩，焦香四溢。开干，准备一块金牛肉，清洗一番菜。这个藤椒牛肉可以做红汤的和金汤的，但是红汤的更能够激发我的味蕾哈，所以我们就做红汤的。先把牛肉切成厚厚的薄片子，把牛肉浇一下，放点盐巴、料酒，再少量多次的加入葱姜水，充分的吸收水分才嫩滑。抓至肉片翻黏，加入红薯淀粉，锁住水分，腌制十分钟。先切点葱姜蒜，火火，再切点青红椒，点缀颜色之用。再切点金针菇打底哈，撕成条条。阿忠，点火二，要得开干。先把水烧开，水开后下入金针菇、糖醋，煮熟后捞出垫底啊。水开下入料酒，加牛肉，把它化一下。下锅后五十秒变色后就捞出备用哈，煮久要捞哈。烧油，撸成一碗小香水，少量豆瓣炒香，炒香要加入清水，少许白糖、胡椒粉、生抽，烧开两分钟捞取料渣，转小火下入牛肉，滚烫十来秒哈。起锅之前放点藤椒油，鸡精少许，盖到了起锅。放入青红椒、白芝麻，九成油温浇油，再点缀九十二颗葱花，这样一份焦香四溢的藤椒牛肉送给大家。就这个藤椒牛肉，我厚底点评，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哟，我请了。要得开干。哇，尝我这个非常嫩滑的牛肉，藤椒牛肉。藤椒油放一点点的话，如果味道都很香了，放多的话就全部抢味了。还有嫩吗？裹着淀粉稍微裹厚一点哈，吃的就滑啊又嫩。哪能嫩？非常鲜香的一个藤椒油味道。然后下面有金针菇，你看。今天我配了牛肉一起吃了，哎，真的很。这牛肉要煮哪里就不好吃了？不行，搞不懂，哎。吃你家吃不出生牛肉的。嗯，很嫩啊，而且切的时候一定要逆着温度切啊，顺着温度切是搞不动啊。一点都不腻。啊。金针菇嘛，那不难。对。金针菇。这是容易不管事情。哎，不硬啊。金针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了。如果喜欢，给我先付了人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米，我是阿五，我们的人，拜了个拜。